是谁？你是否常常这样问自己，我是谁？总是活在别人的期望里，我是谁？是谁又擅自帮你定义了你是谁？只有不是自己才安全。什么？你以为这个世界很美丽，为什么？你爱这个世界胜过爱自己，为什么？这个世界不给你平等待遇，为什么？到底做错了什么？朋友都说你太奇怪，在背后把你当成小小小花看，每一个动作都被瞎猜，他们说你是个不能容忍的存在。你想要的很简单，不过就是最普通的平凡，真实做自己有时候很难，但请你勇敢的试一次看看。问他们又说什么，谢谢你无法伤害。当你把你的灵魂放错了身体，会不会是故意整理，不是不小心，会不会你常常都觉得力不从心，会不会坚持要做自己太危险。什么？难道比较特别就是不对？比什么？写下了注解在认识之前？比什么？只不过想认真的活一遍？比什么？随便就把人顶嘴？朋友都说你太奇怪，在背后把你当成小小小花看，每一个动作都被瞎猜，他们说你是个不能容忍的存在。你想要的很简单，不过就是最普通的平凡，真实做自己有时候很难，但请你勇敢的试一次看看。问他们又说什么，谢谢与无法伤害我，世界上只有一个我，没人能代替的我。无论他们又做什么小动作，无法打败我，我知道自己是最美丽的 The most beautiful。谢谢雨无法伤害我，世界上只有一个我，没人能代替的我。无论他们又做什么小动作。